儿媳妇出来了。胡老六，咱俩换吧，咱俩换吧。儿子，你确定不吃这八个鸡蛋？你可别后悔。我这里指定有好吃的，我才不跟俩换。哪来的你？你连肉都抢走了，那我吃啥呀？你吃白米饭呗，吃的。他真香，哎呀，这五花肉肥瘦相间，吃着得劲。他真香，哎，看他吃这么香，真是馋人啊。来了，想得美，这小子欠打。这火鸡面太香了，来点儿，想得美。有啥了不起的呀，这五包火鸡面才8.9块，我大不了自己再泡一包。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吃的这个火鸡面真的太适合学生党了啊，到手5大包啊，才8.9块，而且啊它有5个口味，有火鸡面，有芝士火鸡面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味道，有榴莲火鸡面，有韩式炸酱面，有咸蛋黄拌面啊，5个口味都好吃。它是那种韩式粗拉面的啊，还是那个甜辣口的，你看看这面上裹满了酱汁啊，真的是太香了啊。关键是啊，你经常不知道吃什么的啊，你一定要囤一份这个啊，1周5天都不带重样的。吃饱了吧，儿子？嗯，饱。儿媳妇，咱俩吃这个。妈，这老白米饭咱俩吃啥呀？底下有个小惊喜。底下？我啥惊喜？我看看。哇，这怎么还有肘子呀？妈，给你一个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。起来，你们俩各吃各的啊。儿子，这些都给你。妈，这老些好吃的都给他了，我吃啥呀？你呀，急啥？等着。哎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我先吃哪个呢？来来来。这是啥呀？你跟他抢啥呀？对，给他吃大葱，还是我妈对我好。哎呀，红烧大鲤鱼，哎呀，儿媳妇，你等我吃完你再吃。果然婆婆给我准备了好吃的，我要等到最后吃，让老公看着我吃就馋他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拿纸。这粉香香辣辣的，真好吃啊！我还不够吃呢，你给我吃一口吧。瞧，来，想着还吃呢。有啥了不起的呀？我大不了自己再泡一盒。姐妹们，我们这次吃的这个酸辣粉啊，真的特别的好吃啊！给你们看看，这么一大箱，整整10桶，才19.9块啊！你现在买一桶泡面不得4-5块呀？它这个啊，我拆开一个给你们看看，有一包非油炸的纯红薯粉，这么一大包的醋包，一大包辣椒油，独立包装的菜包，一包粉料包，我最喜欢吃的美味花生，最关键最灵魂的啊，这个秘制底料，咱们平时啊回去热水冲泡就可以了。你像你平时下班晚了不乐意做饭，或者现在天冷不知道吃啥的，你就来一桶这个啊，特别的好吃啊，这一桶划下来还不到2块钱，真的特别的划算啊。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啦。儿子，你吃饱了吧？饱了。儿媳妇，你吃这个。那我打开看看。哦，鸡爪子！哎呀！姑娘吃饭了。哎，美团扣肉，给我，我吃扣肉，你吃火鸡面。想骗我？肉肯定藏底下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看我聪明不？哎。怎么还是白米饭啊？你别笑。行，今天净忽悠我，给，我是火鸡面。儿子，梅菜扣肉你不吃啊？
我吃火鸡面加个烧鱼，不比梅菜扣肉香啊？哎，哇，啥了不起的？来条鱼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就知道自己吃鱼，也不说给我吃点，以后有好吃的我也不给你吃。哎呀，这鱼可真香！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，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蕊骨打的。哇，有，我还不够吃呢。哇，哎呀，这火鸡面真香啊！当然香了，而且它五包才8.9块。姐妹们，我这次囤的这个火鸡面真的太适合学生党了，到手5大包啊，才8.9块，而且呀，它有5个口味，有火鸡面、榴莲火鸡面、芝士火鸡面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味道，韩式炸酱面、咸蛋黄拌面，5个口味都好吃啊，而且它是那种韩式粗拉面的，你看看每个面上啊都裹满了酱汁啊，哇，看着太香了，我太喜欢它这个甜辣口了啊！而且呀，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情况下，你一定要囤上这一份啊，1周5天都不带重样的。呀，儿子吃完了，儿子来，你吃这个。妈，这里就白米饭，吃啥呀？你扒开看看，我扒开啊。扒看能有啥？哎、哦，哇，梅菜烤肉，真有梅菜烤肉。你吃大份的，不对啊，又想坑我。哎，让我吃大碗的，你把我当猪啊？让我吃那么多，这里有惊喜。惊喜、啊、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了。这回有没有啊？哎呦我的妈，啊，真香、啊。你是不是就放半包料啊？这不辣呀。我这是按我的口味调的。有人。鸡蛋，我就让你坑我吧。行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又一个，果然这个碗里也有鸡蛋。看来今天这波操作赚大发了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好吃你不选大份的，这5.9块，我就愿意吃小份的。姐妹们，我们这次吃的这个火鸡面呀，真的太适合学生党了。到手5大包啊，才9.9块，而且呀，它有5个口味，有火鸡面、榴莲火鸡面、芝士火鸡面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味道，韩式炸酱面、咸蛋黄拌面，5个口味啊都好吃。它这个面呀、啊、是韩式的粗拉面啊，特别的筋道，而且是甜辣口的。你看每个面上啊都裹满了酱汁，关键是啊你经常不知道吃什么的啊，一定要囤一份这个啊，一共5包，1周5天都不带重样的。咋样啊？吃饱了没有啊？饱了。吃饱了，那我可要吃惊喜了。哎，大猪蹄儿，2根。